我是林彦明，我是蔡荣嘉。大家好，我们来自二林工商。那我们要向各位介绍我们的产品一线曙光。超浪费电，你知道吗？那里超危险的哎。好吧，这有点麻烦，还是我们想办法解决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产品介绍部分。那蓝色的这一块，这个是无线收发的模组。那红色这个是继电器，那里面这个黄色的零件就是变压器，那这块板子就是计时电路。那现在我们把产品合上，然后将它组装成我们的延长线就完工了。当我们的同学正在处理作业，正在使用电脑，突然手机响起了，他离开座位去接手机，他忘记将周边设备的电源关闭了，这样可是很浪费电的呢。没关系，有我们的作品一线曙光，它能够自动的将周遭设备的电源关闭，可以省下电源不必要的浪费，使非常的便利，使环境更加的安全。同学讲完电话回来了，这时他要继续使用电脑，他只要点击滑鼠一下，周遭设备的电源自动恢复，他也可以继续的使用电脑，完成他所需要的作业。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作品。叶明，我是永嘉，林凡，一线曙光。